也是老朋友了。是，刚刚那个戒指甩飞了，已经上热搜了。哦，嗯，对，我想今天我还没有个戒指重要。然后，所以很奇怪，就是那个戒指，就是我们也已经在里面加了一些就是变厚的东西了，就是可能戒指不喜欢我吧，也希望大家不要像戒指一样的抛弃我就好了。突然戏很多。老师，我想问，就是最近在开演唱会嘛，对，然后我看你经常 cue 粉丝大合唱，然后我在听到刷了好几个视频的时候，觉得粉丝唱的都很好听。你在对呀、对，你在现场听到的时候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就是第一遍觉得哇，唱的这么好听，那后面就是大家多唱一点，甚至有一点点危机感，觉得哇塞，现在歌迷朋友们唱歌已经这么好听了，而且有的时候就所有他们的细节。就是一听就是很认真听我那个发行版的人，所有里面的细节都会跟我那个 CD 版唱的一模一样，我真的觉得是，就有一天都害怕有一天会饿死师傅，害怕他们把我的饭碗抢走。不会了，还是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合唱。好的好的，有 OK， 这里